夏季欧巴池昌旭22号再度来台为美妆品牌代言，现场也大秀中文向台湾粉丝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池昌旭，好久不见。2007年出道的池昌旭拥有迷人电眼，靠着精湛演技演出多部作品，让他拥有许多死忠粉丝。而池昌旭的新作品即将在23号上映，剧中有许多精彩的武打片段，相信与女主角润儿两人的默契与演技一定会让收视率再创新高。不过池昌旭也笑说，这是他最后一部动作片，未来只想拍浪漫爱情剧，谈谈恋爱。앞으로는사랑을좀더많이하고싶은생마음이에요。以后呢，我真的都想要在剧中可以谈谈恋爱啊，或者做一些爱情戏的部分。谈及理想型，池昌旭也说，只希望另外一半体贴，可以有良好的沟通方式。最后，池昌旭被问到自己的嘴唇什么时候最性感，也让他招架不住了。紧张的呢？好紧张。对，저는웃을때가장예쁘지않을까싶은데요。我在想，应该是我笑的时候应该最好看吧，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One 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